2018新唐人第七届全世界华人美声唱法声乐大赛，暌违六年，将于11月在纽约盛大举办。特邀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敏及神韵艺术团歌唱家们担任评委，金奖奖金$10,000。2018全世界华人美声唱法声乐大赛，详情请上 vocal.ntdtv.com。